我们要欢迎到的就是我们主办单位，就是我们台南市议会的议长郭姓南郭议长。接着下来呢，欢迎到的是我们正统路我们圣母庙的朱毅王明义王主委，议长好。然后欢迎到的是我们立法委员陈廷飞陈委员，欢迎到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市长黄伟哲黄市长。好，我们陈廷飞陈委员。朱毅，还有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市长黄伟哲黄市长，交通部观光局云嘉南司，我们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徐正能徐处长。好，接下来呢，在我们旁边呢，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现在有人用以快速的方式呢，把我们的二十几个厂商请出来哦。来，在我们舞台呢，即将站在我们左手边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副市长，我们的徐副市长徐玉典徐副市长。再来欢迎到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局长叶泽山叶局长。好，我们请我们长官陆陆续续的来到舞台前方。接下来欢迎到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局长陈信安陈局长。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安南里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吴胜志吴会长。好，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台湾寺庙金兰会常务监事邓庆田，我们的邓监事。好，接下来呢，还有我们中华日报的社长庄耀华庄社长。当然呢，我们还有呢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荣誉主委洪水松洪主委。再来是我们益泉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希周郑董事长，欢迎到的是博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日新黄董事长，江苏艾克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郭姓陈郭董事长。好，接着下来呢，在我们舞台另外一边呢，我们要欢迎所有我们的议员朋友们，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吴通龙议员，议员好；蔡淑慧议员，议员好；蔡秋兰议员，议员好。欢迎到的是王景德议员，接下来呢，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李启维议员、陈怡珍议员、周丽金议员，还有我们的李伟志议员、陈坤和议员、陈碧玉议员，以及我们安南区的区长叶志明叶区长。哇，有好多好多的我们的促成这一次这么大型演唱会的长官们来到现场了，我们是不是给所有的长官先一个掌声，谢谢他们。欢迎我们的顾问也来现场，我们这个鹿耳门圣母庙的顾问，如果没有介绍到有人一一再补上哦。现在我们是不是要邀请我们的主办方，就是我们的议长，我们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来为大家讲几句话。议长好。好，议长，我们刚刚陆陆续续呢有抵达了一位贵宾，刚刚抵达现场了。来，我们欢迎的呢就是我们的北安路圣后宫主任委员方俊雄方主委，刚刚抵达现场了，欢迎欢迎。感谢足侪来自咱全国的乡亲士大，今日来到现场。包括咱台南市的黄伟哲市长，咱本庙真认真，即届活动办甲真舒适。咱主任委员凯素的委员感谢，以及着咱真侪顾问、名誉主委，真侪。伫即届内底募集真侪资金，向中央争取真侪经费。我们的陈廷威委员，包括台南市真侪科室。民政局、文化局、办公旅游局的局长，像咱林可贵就是咱昆嘉南国家风景区咱的处长，甲台江国家公园的处长，拢共同来促成着这届活动。台南市议会真侪议员来共享成果，台长看到包括吴通龙议员、蔡秀议员、蔡秋兰议员，咱的王金德议员，包括当。八局议员，一个陈坤德议员、李伟志议员、陈怡珍议员、周丽金议员，还有李启维议员，包括我们的区长。今仔这个活动，我伫咧故乡，甲孙老师会当来过咱真真正正台湾人的过年，唔知要偌好。所以这个故乡呢，先得到所有议员的支持，圣母庙大力的赞助，市政府听到了，安尼好。作为来共同办这个活动，陈廷威更加去中央争取经费，来将这个活动办好圆满。
头一冬尔，也许有明显不足的所在，但是也希望多多开放。等下启程完了后，咱圣母庙的花灯会使讲足水，啊，河口的对影反射过来，一个灯变两个大，值得非常的可看。啊，我遮也欢迎着来自全国足济善男信女、乡亲士大、市民头家，恁做伙站出来。等下呢，启程完了，重要的节目就是要人去跨年，跨年的倒数。代表咱从旧年啊，歹、无如意的、无快乐的，拢甲淡淡掉去。咱准备迎接着咱属于咱家己台湾人本土的过年，迎接着新的一年，充满希望、快乐，而且充满着正好的、乐观的前景，做伙来期待来倒数。最后，新娘者代表台南市议会。欢迎到全国所有的乡亲士大来到台南市，为正开始，为正开始，为正开始，您会当看到真真正正台湾人的跨年。那么花灯真水，伫咱正统鹿林门圣母庙。感谢大家来半家的您，等一下手机拿起来，照相一下，招呼你的亲朋好友，这位站出来，这位站出来。共同来到这位所在，这位来参加属于我们自己的跨年倒数，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哎，你听啊，等你手机来去拿开，叫你的亲戚朋友来到现场，这位来倒数。最后，在这边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议长，议长辛苦了。而且议长非常懂年轻人哦，那下来都是年轻人很喜欢的歌手呢。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恭喜我们的议长来为我们呢邀请哦，接下来跟我们聊聊天、讲讲话的来宾呢？哦，这非常难能可贵，这个若无伊大力的支持，咱无法当办理着这大的活动，场所也好，人力也好，物力也好，咱来欢迎咱圣母庙。土城正统鹿林门圣母庙，咱的王明英主委，拍一个鼓仔，拍一个鼓仔。主委好。啊，感谢，感谢咱郭信良里长，啊，搁有咱台南市的大家长，咱黄伟哲市长，搁有咱国会第一名，咱的陈定辉立委，搁有咱台南市，咱的民政局，咱的林市长，咱的局长，各部门的所有首长。都有咱分家人，咱的处长；都有咱国家风景处，咱的社处长；都有咱台南市上优秀，咱所有的议员；都有这届大力来甲咱斗三工，即所有的董事长；啊，都有咱里长联谊会，咱的会长；都有咱台湾寺庙金兰会，阮的邓董事长，吼、哦，阮的乡长。够足济足济，吼！即若要总称呼，可能爱不加阴暗跨年了，安尼我就加收束。够我上界尊重咱全国先生大德，大家阿门，大家好，祝你好。啊，有够欢喜啊！即届会当跟咱二长、佮市长、佮咱政府啊立委，啊佮遮济董事长来加支持即届咱的灯会，佮有咱首创寺庙首创。咱的农历跨年，啊，为什么要来办这个农历跨年呢？因为咱哦，拢过着西洋跨年，将来唔捌着办着咱家己，咱台湾人的一个吼农历跨年的活动啊，吼、哦，所以甲咱市长、市长、政府立委来咧研究，啊，干若要安尼着，着规起家己来过咱台湾人的跨年，啊，这种跨年的意思就是啥物呢？因为即马的少年人拢袂记钱，咱甲即马等于咧食团圆饭，食食的，咱是毋是着爱去守岁？啊，守岁即马拢袂记钱，啥物叫做守岁意思？守岁意思就是要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咱的师大，食互伊当岁收，安尼叫做你来守岁。所以咱中国人，咱有足侪遮的文化、遮的历史，足侪年轻人拢去也袂记钱。所以咧，即届咱圣母庙。安尼，甲咱的议会、市府、佮政府啊、立委，安尼大力来甲你斗三工，佮咱洪家南、咱洪景厝、
咱的余处长跟咱的社处长，安尼咱的议员，大家安尼收听，真正有够好，这真正有够好的，有够好。啊，我话卖讲伤济，吼、哦，后壁贵宾足济，我要希望讲市长啊、立委啊、议长，佮所有的长官，希望恁的一定爱佮大力，甲咱哦斗三工，咱每一单拢来信保票，怪咱的农业看人好无？就爱看市长、甲议长、甲立委，因要斗三工无啦？啊，公众诶，咱今仔日所有神神代表，妈祖保庇，互恁金处理行大运，互恁大吉大利，食饱哩，互恁大家身体健康，万事皆如意。等下再我带出来看灯会啊，有够水，有够水，一定互恁值回票价。还有一句，二月七八一定爱来信保庙来抢春牛。好、哦，啊来看这个国际演会，多谢，感谢，感谢，谢谢。咱这届活动真认真，把咱争取真侪机会，咱拍一个帽啊，拍一个帽啊！这届全国得票率第一名，咱的陈定伟立委。感谢，感谢咱台南市议会咱郭新良议长，以及咱的王明义主委，以及咱的黄伟哲市长。还有我们的云嘉南风景管理处，我们的徐处长，还有我们台江我们的国家管理处，我们的谢处长，还有我们现场所有咱新目标咱每一位咱的委员申请，以及咱所有机关基础活动所有的咱当属长以及咱所有议员，非常的感恩吼，我们也感谢我们议会。所有的员工都出来当志工，在我们这个过年当中吼，赶快牺牲自己这个在家里面团圆的时间吼，啊，出来到这祭纲，所以今天才能这么的圆满吼。还有我们圣母庙所有的志工同仁，在此感谢。那我在这个要来之前，然后我接到一通电话，就是我们交通部长林佳龙的电话。我们部长本来今天要亲自来到现场。因为交通部这一次资源非常的多，有我们云嘉南管理处我们的徐处长，资源非常的多，所以本来他要亲自，因为嘉龙部长嘛是咱台南的竞赛，所以要希望来到现场甲大家打声招呼。但是大家知道说，在过年期间，所有各部会都非常的忙碌，因为要甲咱的国道交通做得更好，所以呢，他们现在都紧锣密鼓。在开会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武汉这个肺炎的防疫吼，每一件我相信他们都不停休，都是为我们台湾人的健康跟我们的安全跟交通大家共同打拼啊，所以他请我特地一定要跟大家说声感恩吼，一路来我相信因为大家的支持，所以2020我相信我们看到了台湾的未来。那今天除了我们云嘉南我们的交通部的协助，我们也感谢我们台江的协助，也感谢内政部的协助，也感谢中友的协助。我相信有这么多的中央的部会的协助，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也感谢我们的议会，我们议长的促成之下，然后有这样的构想，台湾你咱要过咱家己的台湾你，所以咱看到咱这个国历的一月初一，12月31号，在过这个1月1号的时候，我们有倒数，一样，那贵咱的台湾人，我们一样可以跨年。所以，我们从过去的守岁到今麦跨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样的过去的贵年的味给留落来，把贵年的味，让每一个人感受，让咱的囡仔感受到，哇，原来贵年就是安尼。所以，在这就感谢每一位今天所有的年轻朋友。我们很开心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代表我们台湾的希望，台湾的希望，咱这回来过台湾年，这就是咱台湾未来的幸福，咱大家共同打拼，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春恭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委员。现在现场我们还有一个贵宾，我们年代的主播安佑琪小姐呢，来到这边挥个手，哇，主播好。好，那我们呢，分别名义当署长，咱的地青地地当署长嘛来到这，哇，欢迎地当，哇。
真正为咱政府票出钱出力，真正付出真侪。咱搁拍一个包啊，拍一个包啊，欢迎咱的地震局地当署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我们国家风景区我们的处长，嘉南风景区我们的处长，让大家讲几句话。拍一个包啊，拍一个包啊，哇！处长好。啊，我们圣母庙的王主任委员啊。我们尊敬的立法院陈廷辉陈立伟啊，我们台南市议会的郭一信良郭议长啊，台南市大家长王伟哲王市长啊，以及众多的贵宾哈，阿兰的乡亲许多啊，台湾大家好啊，今天站在这台厅哈，非常的感动，然后跟大家一样，真的在这个农历除夕的晚上，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围在一起。哦，我们刚刚也围炉完之后，来到我们的圣母庙来这边啊，来守岁，一起来跨年，过咱的台湾年哦。啊，等一下吼，我内心非常的感动吼。啊，咱这届吼，这是我们中央地方吼一起来合作哦，咱的公部门跟咱的新北庙、咱的一个庙宇吼，我们一起来合作，公司协力来把这个咱的整个。土城圣母庙这个文化祭哈，把它办好哈。从今年今天开始到我们二月哈，那个二十二号的这个就是那个元宵节，然后那个末哦，这会有一个烟火的嘉年华的活动哈。那这个这整个活动哦，非常的期待哦，大家都能够全力来支持哈，因为我们交通部在这一次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宗教文化的这一个活动，结合我们的市定的一些民俗哈、哦，来一起来把这个推广给全世界人知道。那我们台湾人咱家己台南人一定要支持，我们把这个讯息哈、哦、给散播给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那不管是国内外或朋友，一定爱你的这过年期间到元宵节都一定要来到我们台南啊，入我们圣母庙哈、哦，来家来看欣赏咱的整个一连串的啊非常精彩的个宗教文化的一些节目活动的表演哦，啊，希望咱今年看会当加努力，把这个人次哦更加冲高哦，同会当超过百万人哦，啊，那这样子我们这个未来哦，我们明年后年我们才有办法再继续来这个支持这个整个活动，啊，咱大家等下咱来讲好唔好啊？好。啊，希望咱大家吼，即个来即做过年吼，能够守岁啊，甲所预祝大家诶家庭诶迄个家长啊吼，当然身体健康平安啦吼。啊，伫咱妈祖一个迄个保庇之下吼，啊，咱诶做新年咱事业风头大展，啊，鼠年行大运，谢谢大家，谢谢。啊，咱补充介绍，我们郭清华议员呢，特派员必须来到现场，诶，在地议员，我们做一个和大家问候。就咱家在地促成着即个活动来到遮，从咱的市情目前完了，大家拢真满意。那我们的台南市的大家长，我们的黄伟哲市长，大家共同拍拍手啊！欢迎我们的黄伟哲市长，谢谢。感谢，咱的郭信良院长，啊，咱投下新目标，咱的王主委啊，立法院我们啊得票率全国第一的陈金飞委员，以及咱市府团队。啊，以及所有各位咱市议会各位议员，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徐处长，台江风景区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谢处长，啊，各位企业的代表，各位啊小姐、女士、先生，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市长好。啊、我想在这边啊，简单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大家看表演，赏花灯。度过雄武台湾毕业，那年农历春节，祝大家金鼠年行大运，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市长的祝福。市长，离我们起跑时间还有四分钟的，你讲真紧。我想讲要唱，你唱一首歌。哦，那个有四分钟嘞。OK， 我看戏看戏。啊，那请那个我们的长啊议会各位议员。哦，我请那个，还有我们的台江国家公园的处的处长，谢处长，哇，棒了，哇，谢谢谢谢，好来，谢谢，谢谢，来来来来，啊，咱全国先生大德吼，啊，甲恁报告一下，咱等下跨年了，农历的初一，咱正统就恁问信无明，就一连串的一挂咱妈祖加持的活动，就咱有过着咱的七七
平安桥，这是咱所创的哦。这是咱妈祖领着天子甲地灵，啊，尤其咧，咱阁有望春牛讲好话，迄只春牛明仔早啊五点来甲开工甲望神，恁一定爱去甲望。望牛头，子孙啊会出头；望牛角，你的财产稳当当；望牛耳，你的金银财宝天；望牛嘴，你的大富大贵；望牛尾，你的春家伙；望牛脚，你的家伙拢食袂焦。蒙古人，你的村几啊十一万，几只村牛你甲蒙透透，你子孙啊姻缘自然就到。这只村牛足有贵气，尤其咱呢过年过时，一定爱来安一个太岁，点光明灯、文昌灯，到嘞年轻朋友，咱的元老灯你一定爱去点，尤其咱的年轻朋友，你一定爱甲咱的士大人点这个中寿灯，让咱的士大人会当食较老老老，拢爱来拜托妈祖哈。哎，记住，明仔载开始有一连串的活动，尤其恁二月七八一定爱来埔城正统，让你们心无庙来吼，万人提灯夜春牛游行，搁来抢春牛。尤其咱这个国际宴会，一百分钟都无冷场，恁若无来，恁来后悔哈！多谢感谢。哎，那个那个喂，你讲起来讲，还够还够有时间嘞。咱的软桥卡。嘛是咱的首创，为什么要弄桥卡？咱阮讲吼，弄桥卡是咱的首创啊！迄是358年前，郑成功来台的时阵，伊头一冬拄啊着瘟疫啊！啊着瘟疫的时阵啊吼，帝王无法度来祈求妈祖，讲妈祖这要安怎处理？妈祖甲家己吼指示，你把我的金身放伫桥顶，吼放伫桥顶，啊用着我的上香。静香炉，伊每一档个静香炉，拢有派十几项药草，所以足侪信徒，咱个神仙大德来到神母庙咧过，咱个两脚脚讲，哎呦，注意，恁个静香甲遐尼香啊，迄就是哦，你外口无当买哦，你外口无当买，这两脚脚嘛是咱创神母庙，咱个罗尼妈妈来创造个，所以你明仔载，也是等下恁就会当去两脚脚。这会当，甲你的歹的拢去掉，吼、哦，啊好的，甲你传出来。哇，祝你还祝你掌声鼓励啊！哇，祝你祝你来！那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灯准备要熄掉了。对。那我们准备要开始要启灯了。我们剩下的时间呢？剩下。我们刚才开始有30秒的时间。还有几秒？对，大概20秒的时间。还有剩下13。最后10秒。好，那么看看倒数，19。8、7、6，所有一起来，4、4、4、5、6，倒数3、2、1，起
我们大家